买鞋牌。哎呦，这两天又在吃海鲜呢。对呀，那家里有矿呀，天天这么整。哎呀，家里哪有矿？家里有条小渔船，正好媳妇也喜欢吃海鲜。这一桌得不少钱吧？用不了，一个才几块钱呢。真的假的？你给我介绍介绍。行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啊，媳妇。嗯，很棒。我给你们介绍咱们家的海鲜套餐啊，朋友们。扇贝三包，每包250克；鱿鱼脖三包，每包400克；青黄肉啊，大哥带黄青黄肉2包，每包250克；最后是章鱼焗，再来2大包，每包250克。今天下单的哥姐们，我再给你送上2只黄金大鳄。这一箱海鲜12样，99块钱我给你包到家，哥姐们买没关系，点个红心支持一下，谢谢了啊！这么实惠呀、啊？对呀、啊。